大家好，我是射箭选手郭玉成，这是我的包啊，不好意思，挡到了。这边有放我平常比完赛会放的东西，这个小东西是跟国外选手交换的 pin， 这个是孟加拉的选手，我觉得他蛮好看的。我有习惯去收集一些收藏品这样子。这边还有一个那个约旦的，去年十二月一场在萨加的亚洲杯，我就跟那个选手同一把，他就有聊天，这样子蛮好，就当朋友。然后他就有送我一个这个品。那你给他什么？我没有给他。还有一个选手证，我人生第一场全运会的选手证。我换一个亚洲杯好了啦，这个第一次参加国际赛的。所以你把所有的第一次都放在你的？对对对对。哇，你也是个很念旧的人哎。这个白沙屯的平安符，我家人去那个白沙屯求给我，开开心心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耳机，就是我爸爸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，我非常珍惜这个东西，比赛前我会拿出来放松一下心情。那这个就是放那个公片的公升扭蛋器，以定价来讲的话要十几万。以上就是我包包的开箱，成都师大运，请为我们加油。